会议终于结束了，接下来还要去见长光小姐，还好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可以慢慢过去。最近真是有些忙得过头了，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天命总部依旧平稳地运行着，所有人都像以前一样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是变得稍稍忙碌了一些。这几天发生的事就像一连串朦朦胧胧的幻觉，让人没有实感。旧文件上的签名，旧总部的书房，墙上的挂画，每次看到他们，我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情绪，说不上是悲伤，也谈不上是遗憾，就好像心里总有一根莫名其妙的线，在不经意间偶尔牵动几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恍惚的感觉，也许再过一段时间，那个人就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再发布一段视频，再云淡风轻地搞出一桩大新闻。就像那天，他向全世界的人们高调宣布卸任一样。不，我这是在想些什么？爷爷他的确已经……啊，糟了，应该在上一个路口右转的。这下要绕远路了。德丽莎大人，是琥珀，过去和他聊聊吧。德丽莎大人，今天的会议进行的还算顺利吗？还在日程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别担心，无非是一些例行公事的流程，没什么顺利不顺利可言。不过话说回来，琥珀你怎么在这儿？我还以为你今天一整天都要留在旧书房那边整理资料。那些工作我已经做完了。不愧是琥珀，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效呢。总之这些天多谢了，如果没有你帮忙，我恐怕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熟悉爷爷留下的那些文件。德丽莎大人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说实话，我一直很好奇，琥珀你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短时间内把那么多工作都处理完的？但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事务啊，那些资料都是我熟悉的，整理起来或许会比其他人轻松不少吧。我会预先估算工作量，根据优先程度进行安排，工作做不完的话，只要加班就好了。果然是加班呢，总是这样可不行，要注意休息，知道吗？德丽莎大人，您难道忘了吗？我是仿生人，是不会因为工作而产生疲劳感的。那也不能一整天都在干活呀，仿生人也是要休息的吧，就像机器人也需要上润滑油一样。好的，琥珀记下了，不过更需要注意休息的应该是德丽莎大人才对吧。最近需要重新评估的报告比往日多出许多，我已经好几次在后半夜看见您在阳台上思考问题了。哎，想不到琥珀你居然会注意到这个。只是习惯了而已，以前我每次经过书房的时候都会专门留意一下。奥托大人过去常常工作到半夜，还会临时起意叫我去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抛开其他方面的事情不谈，怎么说呢，他的确是个很敬业的人。从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上来说，德丽莎大人也是一样的。对爷爷来说，搞定这些工作多半游刃有余吧。现在的我只能尽量处理眼前的事情，在离开这座小镇之前能多做一点是一点。毕竟明天修伯利安就该返航了，之后许多行政上的事还是得拜托你和丽塔。原计划的返航时间？哦，的确是明天呢，时间过得真快。是啊，人一忙碌起来时间就转瞬即逝了。
这些天大家都辛苦了，要是有条件的话，琥珀，等这段工作结束之后，找个时间给大家放个假吧。好的，我会尽量安排。对了，德丽莎大人，您现在不赶时间吧？除了之后要去见下长光，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了。德丽莎大人也要去长光大人那边吗？是啊，他打电话说要宣布一些重要消息。不过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早，也不急着过去。长光大人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我正准备利用中间的这段空闲时间去巡查一下小镇的现状。您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克洛斯滕比以前热闹了许多。难得德丽莎大人有空，如果您愿意的话，在返航之前和我一起在小镇上逛逛如何？好啊，说起来我之前都没有留意过这座小镇的变化呢。那边好像很热闹，走吧琥珀，我们过去看看。我记得以前这个地方是家书店，什么时候变成纪念品商店了？应该是早些年前改建的吧。记得天命总部搬到浮空岛之后，克洛斯滕曾尝试转型为旅游度假区，可惜效果并不理想。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转型为度假区未必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爷爷他应该不会料到，他向全世界放送的卸任视频会给小镇带来这样的机遇。大家不要着急，纪念品还会补货，大家先排队。哎，我们已经等半天了，说好的马上就补货呢。就是，你打算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十分抱歉，还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前面那个努力维持秩序的女武神是苏莎娜吧？他看起来好像有些力不从心，有种不好的预感。你好，苏珊娜，怎么了？太好了，是德丽莎大人。琥珀大人也在。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努力解决问题，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别急，你先冷静一下，发生什么事了？其实是纪念品商店的一箱存货找不到了，店员说可能是运输的途中不小心落在了什么地方。我在附近找了一圈，却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些纪念品可能遗失在了其他地方。但现在店员人手不够，游客们的情绪又很激动，暂时抽不出人力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果然，总感觉类似的对话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你留在这里维持秩序，我帮你去找吧。哎，这怎么好意思？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明明是我的工作，却让德丽莎大人来帮忙，实在是太对不起女武神的身份了。再这样下去，我的年终考核成绩一定会不合格的。其实我已经习惯了。放心吧，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一起给他画个圆满的句号吧。你的成绩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对吧琥珀？从目前的情况看，苏珊娜小姐确实需要一些增援。真的可以吗？那就拜托德丽莎大人了。丢失的是一个正方形的木质箱子，大概这么大，上面印有科洛斯滕纪念品商店。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回来，麻烦你继续稳定游客们的情绪了。是，德丽莎大人。木箱上印着科洛斯滕纪念品商店，应该就是它吧。糟了，木箱里空了不少，那些纪念品可能散落在附近了，再继续找找吧。面具无损真品，这不是之前那些奥托复制人戴的面具吗？包装袋背面还有文字介绍，这些面具出现的原因无人知晓，
冥冥之中奥托主教依旧诱惑着克洛斯滕，带上他可聆听主教的祝福，悬挂于家中可驱除百病，这也太夸张了吧。我这边也找到了一些散落的纪念品，德丽莎主教玩偶，德丽莎主教徽章，迷你德丽莎主教。这都是些什么啊？总之，还是尽快把他们都收集起来吧。箱子装满了，应该没有落下的了。给，应该就是这些吧。啊，是的，实在是太感谢您了，德丽莎大人，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好了好了，快把纪念品分发给游客们吧，他们已经等不及了。是。哎，你们快看，前边的那个人好像是德丽莎·波卡利斯大人。就是他没错，那天在新闻里说的，前任天命主教指定的继承人。可我听小道消息说，德丽莎大人拒绝接受主教一职，他有别的打算。确实，过了这么久，天命还没有举行主教加冕仪式，该不会是……管他呢，反正德丽莎大人现在不就在我们眼前吗？德丽莎大人，可以一起拍张照吗？德丽莎大人，请给我签名。德丽莎大人，我是你的粉丝啊！啊，这个……抱歉。德丽莎大人，德丽莎大人！围过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德丽莎大人，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比较好。那也要能从这里出去才行。游客朋友们，新的纪念品终于到货了。老板说了，客人们等这么久，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所以现在限时特价，买迷你德丽莎主教，赠送超级德丽莎主教巨人，多买多送，限量50个。走吧，琥珀，这边就交给苏珊娜吧。唉，总算是从人群中挤出来了。那些流言怎么越传越不对劲了？我可从来没说过拒绝担任天命主教啊。毕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主教继任就应该要举办盛大的加冕仪式吧。我虽然明白您的决定，但如果德丽莎大人希望，我们也可以举办一场形式上的加冕仪式。相信到那时，这些流言蜚语会不攻自破。哎呀，琥珀，你就饶了我吧。以我现在的身份，实在是不适合举办什么加冕仪式，毕竟我还暂时率领着独立运作的极东支部嘛。听命系统内的工作，我还没法完全接手。像爷爷那样娴熟地应对媒体，我也做不来。客观来讲，我不是一个符合大家预期的主教，而且我也不想循着爷爷的脚步削足适履。我明白，您会走出和奥托主教不一样的道路。我想淡化天命主教这个概念，做一个尽量不干扰大家工作的幕后支持者。而且我更希望人们以后提到天命时，想到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值得信赖的团体，而不是主教这种个人化的符号。德丽莎大人，或许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您已经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主教的角色了。可别说了，琥珀，别忘了，我昨天还是个必须加班加点才能完成既定工作的主教呢。但极东支部这边还有更多需要我亲自参加的工作，好在总部已经渐渐归于稳定了，往后的日子得辛苦你和大家了。放心吧，德丽莎大人，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而且在之前几个月里，天命其实也已经习惯了远离主教的运作模式。当然啦，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哦，每天都工作20小时以上是不行的，至少对其他人来讲不是个好的示范。好的，德丽莎大人，如何更有效率地分配日常工作，我会和尤兰戴尔大人还有丽塔大人一同探讨这个问题的。好啦，为了避免再次引起慌乱，
依我看，我们还是去人少一些的地方。哎，等等，前面的老人家似乎腿脚不太方便的样子，我们先过去帮下忙吧。老爷爷，这坡道不好走，我来扶您吧。哎呀，乔乔，多懂事的一个小女娃呀，我之前怎么没在镇上见过你啊？我叫德丽莎，之前接您去避难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哦，想起来了，今早来借面粉的小丫头。这回面粉够了吧？要是还不够啊，就去对面的广场找你叔叔，糖啊，油啊，哎呀，他那店里什么都有。回去跟你妈妈说，这几天人家帮了咱们那么多忙，咱们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他们啊。老爷爷似乎把我认成其他人了。小丫头啊，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儿啊，我之前散步的时候听人说，奥托大人又有好多天没露面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退休之后去云游四方，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啊，不回来了？那新主教定了是谁吗？之前好像说过一个叫德什么什么的大人。哎呀，都过去这么些天了，怎么一点后续消息都没有呢？哎呀，你说说啊，这说走就走了。你看看这道这么陡，新的主教也不知道是谁。以后要是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还会有人来管吗？这里的路确实太古老了，回头还是想办法设立一些便民设施吧。老爷爷，您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帮您解决的。吃饭，你的好意爷爷心领了，我这还有事儿，回头再上你家吃饭啊。哎，我得赶紧把这东西还给那个姑娘。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也不知道急着干什么，走得那么快，东西掉了也不知道。这个钱包的样式，我似乎有些印象，是哪个女武神的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素商大人的。这样啊，那事情就简单多了。老爷爷，您腿脚不方便，不如我来帮您还吧。哎，不吃了，不吃了，我得抓紧时间，不然追不上了。我帮您还吧。那可太好了，那姑娘就在前面，你跑得快，肯定能追上她。放心吧，老爷爷，我一定会把她交给施主。你好，李素商小姐，这是你丢的东西吗？啊，正是，我正在找她呢。多谢，又欠你个人情。我出门前特地把她好好揣在了身上的，结果还是丢了。这身衣服口袋也太不结实了。不用谢我，是一个老爷爷捡到的，他腿脚不方便，拜托我帮忙送过来。呀，那还得劳烦你代我向老人家道个谢，我大概不方便再折回去了。素商大人，还是决定要离开这里吗？是呀，已经养了好几天伤，再不出发身子可要锈掉了。那么需要为您安排一两位随行人员吗？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别，我还没想好去哪儿呢，可别耽搁了人家。还是一个人吧，也更自在。对了，我听镇上的人说，他们平时都坐一种长长的车子出门，你们见过吗？是说火车吗？它是由很多节长方形的车厢连在一起组成的，在铁轨上行驶，速度比飞机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对，就是他。好，决定了，就先去他们说的那个什么驿站坐火车吧。哦，要去维也纳火车总站的话，首先需要搭乘在地下行驶的地铁，从这边的路出发应该会近一些。不过
无论是地铁还是列车，都需要在出发前确定目的地。你想好要去什么地方了吗？还没有哎，但也不打紧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听说还有个什么神州班列，从这里一路坐回老家看看好像也不错。苏商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我也没想好呢，看心情吧。您在总部生活的不习惯吗？不是不是，怎么每个人都是这反应啊？这里吃的喝的都合我心意，大家待我也很好，这段时间我过得可开心了。只是你看那天上的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的，对吧？人也是一样的呀。跟罗刹人的承诺我已经兑现了，之后要做什么我也没仔细考虑过。既然如此，就先和以前一样去游历四方看看吧。无论在哪个时代，我还是我呀。比安卡姑娘还送了我一本书作为临行的礼物呢，虽然我还没看过。那就是这本维洛纳二绅士，是翻译版的莎士比亚作品，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翻阅的痕迹。啊，说到礼物，我还要托你们帮个忙。若是方便的话，这盒点心就帮我带给池渊师祖吧，就当……现在应该叫他浮华才对。好的，不过由我们转交真的合适吗？总觉得你还是亲自交给他比较好吧。唉，太师傅他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就不去打扰了。若是有缘，以后自然还会再见的。话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聊天吧？是啊，怎么了？人们都说罗刹人的孙女性格和她完全不同，但要我说，何止不同，你可比她好太多了，或许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可惜时间不多了，我也差不多该启程赶路了。琥珀姑娘，德丽莎，咱们后会有期。他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素商大人的确有他自己的智慧，就像他刚才说的那句神州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不是吗？走吧，我们把他的礼物捎回修伯利安。只是不知道这个时间浮华他在不在那边。丽莎姐姐和琥珀姐姐，你好呀。阿缪，你怎么一个人拎着这么多食材呀？家里的黄油和牛奶不够了，阿缪帮爸爸妈妈买回来。阿缪真厉害，已经能帮爸爸妈妈跑腿啦。嘿嘿，走这么远一开始有点害怕，但妈妈说现在有很多和琥珀姐姐一样厉害的大姐姐在守护镇子，所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德丽莎姐姐，你们要离开这里了吗？我听爸爸妈妈说明天那艘大船就要飞走了。是呀。就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吗？德丽莎姐姐来了之后，镇上就变得好热闹，连晚上也有很多人，街道上的路灯都亮亮的。如果德丽莎姐姐留下来，这里一定会变成更开心的地方，就像游乐园一样。要是小镇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游客和各种好玩的表演就好了。哦对了，还要有很多很多的糖果。阿缪啊，不过妈妈也说了，姐姐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和以前的镇子一样，需要有人去让那里变得更好。所以德丽莎姐姐不用担心这里，去把全世界都变成游乐园吧。阿缪会每天看新闻，当个好孩子的。谢谢你，姐姐会加油的。对了，阿缪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还有好多气球，是家里要聚会吗？嘿嘿，是秘密。爸爸妈妈说这是给大家的礼物，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啊。说起来，这只橘黄色的气球刚才还飘到了树上，幸好遇见了浮华姐姐，
我还没看清，姐姐一下子就把它摘下来了。嗯，浮华，它朝哪个方向走了呀？嗯，我记得是那边。谢谢你，阿缪。走吧，琥珀，我们去把素商的礼物交给浮华吧。嗯，等一等，德丽莎大人，我想，我还是送阿缪回家吧。也好，虽说小镇已经安全了，但放着小孩子一个人，果然还是有些不放心呢。嗯，而且这也是您对我说的，不是任何人安排的，不属于任何公务内容的，只是自己想做的事，对吧？好呀，那阿缪、琥珀，我们就在这个路口说再见了。拜拜，德丽莎姐姐。原来如此，琥珀他也变了呢，虽然微小却也坚实。把礼物交给浮华之后，就去长光约定的那个地方吧。学院长，你找我有事吗？啊，没有没有，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来，给你这个。这是糖果盒。我刚才遇到了李素商小姐，她拜托我将这盒糖果转交给你，说是他的一点赔礼，还说什么不想再打扰你之类的。难怪这些天一直没见着他。素商，他现在在哪儿？他刚才说要离开小镇，去看看这个时代的世界，估计现在已经在地铁上了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学会手机和信用卡的用法。之前他还说要坐火车体验一番沿途风景，可是却连目的地都没想好，这样真的没问题吗？不必太过担心，薛院长。素商他毕竟是习武之人，过去常年行走江湖，他的适应能力或许比你想象中要强上许多。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生命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远行，意义在于沿途和不同的人相逢，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相比之下，目的地是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嗯，还真是洒脱呢。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活法嘛。啊，这么说来，这些天也确实辛苦你了，许院长。没什么，我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没有给大家造成困扰。这段时间，无论是逆商的博士们，还是天命的不灭之刃，大家都给了我很多帮助。虽然彼此的立场略有差别，但在对抗崩坏的方式方法上，大家的目的和手段都是趋向一致的。所以，真正令我在意的，始终是世界蛇那边。凯文似乎早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和奥托有过接触，但现在，世界蛇既没有干涉我们的行动，也没有阻止奥托的计划，这不符合他们的作风。除非世界蛇，不，凯文，他在等待什么？我也是这么想的。世界蛇现在不采取行动，不代表他们没有计划。不如说，或许他们的计划早已成熟，无需再节外生枝。如今凯文不再贸然参与任何事件，这多半意味着他对这个时代已经足够了解，并且成竹在胸。圣痕计划，也许他最终会呈现的形式将与我们在天穹市和长空市经历的那些情况截然不同吧。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真正的深水区了吧。我们虽然阻止了奥托危害现实世界，但依旧还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奥托自称超越了律者，这究竟是他的一面之词，还是另有他意？他做的这一切，又是否会影响与律者相关的经验规律？说到底，这个时代的律者究竟由何而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时间去思考、推测、检验。总觉得，我们说不定是从爷爷，不，奥托那里接手了无数的麻烦事呢。坦白说，现在我更加搞不清该如何称呼他了。
是像以前一样叫他爷爷，还是该和其他人一样称他为奥托？好像都可以，又好像都不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称呼就能概括解释的，学院长遵从自己每时每刻的心境便是。奥托的执念促使他策划了这一系列事件，可也正因为他的执念，让他在对抗崩坏的道路上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富有价值甚至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人的人生都无法从某一个孤立的角度上被单方面评价，他所做的事无论善恶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痕迹，而怎么对待这些具体的痕迹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里的景色真不错呢。不过，我约好了要去长光那儿一趟，时间差不多了。回头见，浮华同学。嗯，回头见，徐院长。这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吧？辛苦了，辛苦了。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来。这里面全都是第二神之剑千界一城在10月14日的使用报告。转录数据大约10亿GB，总计2718块特种磁盘，里面包括了奥托先生攫取绿者全能、打通虚数空间、连接虚数之术的全部资料。这些箱子里竟然全都是吗？真是可怕的数据量啊！不过很可惜，由于在最后的虚数重整化中，千界一城本身也受到波及。所以与那个瞬间相关的数据也许不够可信。我听说千界一城本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这个嘛，虽然奥托先生的确颇为粗暴地使用了它，不过万幸的是一切都还在可修理的范围之内。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之前还担心长光大人把大家都叫来一处是要宣布千界一城的报废通知呢。这是什么玩笑话，大块头的神之剑不会那么脆弱啦。可是长光，如此一来你把我们全都叫在一起，难道只是为了搬运这些报告和资料吗？虽然他们的确体积惊人。那当然不是了，我怎么好意思让大家去干装卸机器人的活呢？事实上有一件事我必须对大家坦白，丽塔，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我注意到的事终归只是猜想罢了，你想告诉大家的当然应该由你自己讲述，长光大人。确实你说的对，虽然这些事情本属于你的专业范畴，但实际扮演了相应角色的人却不是你，也不是琥珀。我坦白，严格来说我从来没有被奥托先生炒过鱿鱼。在10月14日的突发事件中，奥托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将虚数重整化的思想告知拥有空间全能的提安娜，帮助她找到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一切。当然了，你们也知道，即便抛开其他所有的因素，奥托先生的种种计划也足以将我的好奇心牢牢吸引。所以为了确保最漂亮的那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我做了一些事，好让事件的发展符合预期，而不至于拐进其他计划的轨道。比如说提醒大家复活一个人的可行方法，比如说帮助假冒的奥托先生赢得大家的信任，又或者告诉幽兰戴尔奥托打算毁灭世界，以及帮助大家寻找克服约束全能的办法。也就是说，你帮助我们是为了在最后传达与虚数重整化有关的信息，而这一点是奥托计划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当然有一部分事情完全不能算帮忙，应该算添麻烦甚至挖陷阱才对。换言之，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会从侧面去帮助奥托实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表演。嗯，对不起了，比安卡，在录下那段信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奥托先生会把你放逐到虚数空间了。虽然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那些困难，但这终究有违正常的伦理，有违朋友之间的信任。我承认，但凡牵扯到好奇心相关的话题，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被称为好人的家伙。再造一个世界的技术，这样的愿景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力。所以奥托当时放出的威胁，把世界倒退回500年前，那的确是认真的。嗯，但如果真的走到了那一步，最大的得利者只会是世界蛇吧。毕竟比安卡的经历也证明了一件事，圣痕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超脱世界的存在。圣痕觉醒者，他们自然也能像绿者一样在虚数的洪流中保全自我。果然，像我这样的存在也是那个圣痕计划的衍生物之一吧。好了，太深奥的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之后我会好好把相关内容整理成综述报告的。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总之在整个事件中我不是诚心诚意在帮助你们的。所以琥珀，作为纪律机关的负责人，你想怎么处罚我都可以，我绝无怨言。怎么，虽说坦白从宽，但我也不觉得帮你们整理完这些数据就能将功折罪啊。放心吧，我可是早都做好体验监狱生活的心理准备了，反正在高墙里也有读书做研究的机会。长光大人，尽管你很想通过纪律程序来完成某种形式的赎罪，但根据现行的天命纪律条例，你是无罪的。哦，你的做法从程序角度来说只是选择恰当的时机去说实话而已，而从结果上看，你也帮助了大家，为解决事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我的这些行为的确不适合后来者效仿，不是吗？以前对这类事情，奥托先生可不是这么处理的。但属于奥托主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长光，如果你真的心有愧疚，就留在圣妖504研究所，继续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吧。千界异常还需要你。哇，这可真是不敢当了。你不愿接受吗？不，那怎么可能呢？只是你的确拥有和奥托先生完全不同的一种气度，德丽莎主教。然而从对不起比安卡的角度来说，请至少批准我放弃今年的全部薪水，否则即使是我这样没心没肺的家伙也会良心难安的。这一点我接受。长光，你的某些行为也许暗含欺骗，但他们最终还是促成了好的结果，我不认为这足以毁灭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啊，对哦，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笨蛋呢，褒奖的意义上。你该不会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吧，长光大人？谁知道呢。总之，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大家就原地解散吧，但站在这里也怪怪的。德丽莎大人请留步。琥珀，有别的什么事吗？德丽莎大人，这些是小镇居民自发制作的面包和苹果卷，他们听说修伯利安明天将要返航，就大家一起做了些食物，坚持要送给你们留在路上吃。哎，您就收下吧，居民们给天命的女武神和工作人员也送了几篮，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意。谢谢，我们会认真品尝的。后来你有再见到牙医吗？没有了。可以理解，用那种方式通过绿者核心交流
想必不是件容易的事。是啊，哎，所以说还是现代科技最方便。你不是天才黑客吗？有办法搞到世界蛇总部的座机号码吗？你认真的？开玩笑的，你不会当真了吧？亚一心里想的什么，就算不说，我也知道。对抗支配律者的时候是这样，和奥托战斗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我，帮助我们。我可不能输给他呀。那就先从生活技能开始吧。收拾和打扫交给你了，布罗尼亚先回去休息了。喂，哎，提安娜，布罗尼亚。哎，学院长，你回来了。嗯，刚回来。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其他人呢？班长刚刚回来了一趟，又和希尔去帮特斯拉博士采购实验用品了。荣萨利亚和莉莉亚去了丽塔那边，说是不要些纪念品带走实在太亏了。这样啊，小镇上的居民送了一些面包和苹果卷，等大家都回来之后再一起吃吧。哇，闻起来好香啊，不知道希尔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算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再准备点咖啡和茶吧，刚好可以和面包一起吃。总觉得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吃东西了。是呀，就当作是久违的下午茶时间吧。最近只要有空，你好像都在埋头看书呢，尤兰戴尔大人。有吗？如果尤兰戴尔大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说明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事了。心事？你是说奥托主教已经不在了的事吗？那的确也是事情的一方面。奥托大人，他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人就是一条终将汇入大海的河流。河流越是流向大海，就会越浑浊。但也只有大海能够容纳浑浊的河流，而仍然保有自我。河流吗？的确。他流淌过了500年的时光，泥沙俱下，但他最终超越了这一切，走向了那个不属于善恶的彼岸。我曾认为自己足够了解他，明白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可现在我却感觉到自己反而对他一无所知。这也有你自己身世方面的因素吧。你是齐格菲卡斯兰娜和塞西利亚沙尼亚特的女儿，这件事我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开始？难道说从我们第一次正式打交道的时候？毕竟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奥托大人直属的特务小组里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嘛。所以如果你想聊聊这件事的话，不妨和我说说吧。我坦白说，当初在圣痕空间得知这个秘密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不是对信息的内容感到难以置信，也不是因为突然得知这些东西而觉得困惑。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几个人，齐格菲、提安娜，还有一直照顾提安娜的德丽莎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秘密被藏得太久了，久到它已经变得过于敏感和复杂。如果公开的方式不当，反而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我决定让它继续成为一个秘密，直到所有人都能重聚，直到时机真正到来的那天。果然，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着想呢。丽塔非常清楚幽兰戴尔大人不愿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的考量，但正因为如此，丽塔也必须让幽兰戴尔大人知道，我会始终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分担所有的秘密。啊，谢谢你，丽塔，有你在身边支持我，支持与我有关的一切，这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比幸运的人。真的，很谢谢你，丽塔。这是丽塔的荣幸，幽兰戴尔大人。那时，我目睹了齐格飞的身影，我对他，对这个陌生的亲人，有一种别样的尊敬。他孤身一人，背负了太多东西，留下太多的遗憾，又受尽了折磨。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希望，坚信自己会和家人团聚，坚信为了那个明天，他自己要在孤独中乐观地活下去。为了不辜负这样伟大的信念，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和 Kiana 一起把我们共同的父亲从那个和地狱一样的地方救出来。到那个时候，丽塔，我希望你也能和我并肩作战。当然，幽兰戴尔大人，这可是丽塔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呢。当然，幽兰戴尔大人，这可是丽塔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呢。我知道，只要来这里就能再见到你。提阿娜已经回到现实了，我能做的事也已经做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吧。奥托不怕你，我也一样。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あなたは一体誰なの？格尼乌斯，量子之海与虚数之树的相互浸润。
薛定谔博士，如果我们因地制宜地做点什么，是不是对幽兰戴尔大人来说会更有帮助呢？看来你搜索不稳定空间的能力又变强了，丽塔。你应该是知道在这一带，格尼乌斯的信号强度足以联络上我，所以才故意说给我听的吧。丽塔只是运气一贯比较好而已。不说这些客套话了，薛定谔博士，从你那边的角度来观察，幽兰戴尔大人的情况怎么样？他还活着。我知道。那我知道的并不比你更多。如同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奥托那家伙最终还是在他的格尼乌斯上动了手脚。我们就是预判到了这一点，才在你的旧版格尼乌斯里追加那个空间索引程序，不是吗？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会担心幽兰戴尔大人会不会遇到某些意料之外的困难呀。所以你是想问我，如果一定要亲自确认他在虚数空间中的状况，身处量子之海的你此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这也是女仆应尽的职责吗？好吧，丑话我先说在前面。以经验来说，你想要从量子之海跨越空间屏障去和仍在虚数空间的彼岸卡建立实时联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的确，凡事总有例外，总会有一些极其稀有的浸润状况能让你从量子之海直接联络到虚数空间。但为了找到这样的空间坐标，你需要付出的时间或许不比单纯的等待彼岸卡归来要短。如果即使这样也不要紧，那我倒是可以在接下来引导你去一些特别的地方。是特殊的量子空间吗？你的这种概括太笼统了，等于什么也没说。不过那些地方也的确是碎片中的碎片，幻觉中的幻觉，所以不论接下来你看到了任何奇怪的景色，也都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蒙蔽双眼。毕竟我会引导你去的边际空间都是些被虚数之术吸收殆尽的世界泡残片。原来如此，是利用行将消逝的他们来跨越空间的自然屏障吗？对，所以这是一件相当看运气的事。心情上准备好了就出发吧，我们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边走边说。这里的信号果然还不够强呢。意料之中吧。走了，记录好这个信号最强点的坐标，然后去下一个空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更值得期待的东西了。薛定谔博士，怎么了？会不会不是我们这边的信号不够强，而是幽兰戴尔大人那边的信号太微弱？很有可能，只是这不属于我们能控制的范畴。我从一开始不就说了吗，我们正在尝试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像这样的可能性也正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明白了，那就让我们在其他空间继续探索吧。不错的韧劲，就当这是我们的又一次远航吧。出发。没有接收到任何信号，看来这里的空间条件反而还要更差一些呢。我们也已经探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感到精疲力尽了，就回到我们上次锚定的地点如何？守株待兔也同样是一种智慧。薛定谔博士，我想你多少应该也听说过，女仆的修行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啊。你这究竟是哪里的女仆啊？是不灭之刃的女仆。好吧，看来不只是比安卡，你们全员都是脑子里长着肌肉的物种了。谢谢夸奖，能让博士从我身上看到幽兰戴尔大人的影子，这是一种荣幸。好吧，不管怎么说，既然你有开玩笑的力气，那看来确实还留有一些余力。好，那就打起精神去探索下一个更危险的区域吧。没问题，我们出发吧。
这一次虽然能接受到断断续续时强时弱的信号，但还是完全不稳定呢。毕竟这里是量子之海，而对面却是虚数空间。不过能确认比安卡那边的格尼乌斯还在工作，你应该也放心了一半吧。薛定谔博士，在之前的实验方案中，你有把须弥芥子的情况考虑在内吗？你是说现在被转移到了你身体内侧的那个世界炮稳定器？你是觉得它对于我们目前的探索会提供某些另类的帮助吗？这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毕竟我不是博士您那样的专业人士。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跨越时，须弥芥子内的能量似乎也会产生一些不规则波动，那种波动会让我联想到过去幽兰戴尔大人进出须弥芥子时留下的气息。这让我开始思考，须弥芥子曾经作为第二神之剑千劫一城的观测室运作了数千年，它会不会也能为我们提供某些独立的信号放大方法呢？话虽如此，当前能操纵须弥芥子的人恐怕也只有你吧。如果你自己不能完全理解它运作的方式，那么我也爱莫能助。好吧，那就先让我试试情况。怎么样，你的气息有些紊乱，不要紧吧？没事，只是像初学游泳一样不慎呛了几口水而已。这该死的奥托果然还留有其他后手，如果比安卡不能尽快赶回来。哦，等等，薛定谔博士，就是现在想办法用格尼乌斯捕捉我周围的信号。嗯，这是。这里是幽兰戴尔，请讲。大人，布达佩斯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天命肯定会在那里的码头布下岗哨，这样我就需要提前下船走陆路前往贝尔格莱德。不过既然如此，那我为何不干脆翻越喀尔巴千山取到青茶草原呢？那一带地广人稀，我应该可以更自由地采取行动，节省像这样消耗在路途上的时间。上次像这样狼狈的时候还是在东征撤退期间，战争真的会改变所有的东西。自从那场大败之后，奥托的父亲
他管理整个组织的工作就变得困难了许多。动摇的权力让每个人都嗅到了利益的味道，他们急于拿出所谓的成果，只为了在争夺权力之时，自己讲出的故事能够比别人生动。维克托是这样，大主教是这样，奥托他是不是也……虽然他眼中的利益绝不是金钱这样肤浅的东西。莎士比亚小姐说的对，所谓人心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游戏，当人们相信你的时候，你在他们眼中就无所不能，而当人们不相信你的时候，你也会瞬间变得一无是处。可是我自己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奥托渐行渐远的呢？是直到沙夏的事情以后吗？还是说从更早之前就已经……如果我从前能多给他一点支持就好了。他是我23年的人生中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可是现在我们却亲手在自己的心灵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终究还是在这个步入社会的年龄变得分道扬镳。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的我，以及渴求知识敢于同魔鬼交易的你，我们明明可以彼此取长补短。奥托，你现在还梦想着制造出让人可以飞行的机器吗？你为什么偏偏要在那些肮脏的交易上投入那么多的精力？虽然我明白一个人只有投身政治，他才有可能真正去阻止政治灾难的发生。可奥托，你的所作所为又和维克托又和你的父亲有什么区别？白天我看到了你那个眼神，迷茫无助缺乏自信。你现在和我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对不对？但是在现在这个年龄，我们终究做不到这些，对吧？或许时间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如果到那时我还在活蹦乱跳的话，
就回去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吧。今天也没能见到拉格纳前辈，妈妈，爸爸，我在这里过得很好，训练也一切顺利，同学们和教官都很好相处，我也交到了新朋友，大家都很努力，不用担心我，再过不久，我一定能顺利当上女武神的。感觉好点了吗？哎呀，打开训练室大门，看到你倒在地上，吓得我心脏都要停跳了。真是的，把自己逼得太紧，可是会起反效果的。连日训练过度，长期睡眠不足，身体承受不住，突然提升负荷，就会变成这种结果。我可太清楚这个症状了，毕竟我自己刚入队的时候，也总是这么乱来。被队里的前辈们训了不止一次，你也拼得太过头了。我趁着出任务的间隙去偷偷看过你好几次，每次都看到你正在认真训练，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搭话。我猜，你是因为憧憬我才想当女武神的吧？如果这么下去搞坏了身体，那岂不是责任在我？不开玩笑了。看到你这么努力，我是真的很感动了。不过，努力也要用对方法哦。像今天这样太勉强自己是绝对不行的。要我看啊，你就是太心急了，一下子就想什么都做好，当然会吃不消的呀。别看我现在好像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我也吃了好多苦头，过了很久才逐渐练到现在这样的。像是体能的极限，甚至睡眠的时长，的确都可以通过训练来逐步优化，但没有耐心的蛮干只会适得其反啊。你其实很有天分的，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所以不妨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成长，让美好的青春时光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辉。热爱自己也热爱生活，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做一个远比我更为优雅的女武神，不是也很棒吗？拉格纳·罗德布洛克，您的亚斯拉旗敬上。 PS， 对了，这个熏香对助眠安神很有帮助的，我自己也经常用，改天再给你拿点哦。
嗨，你回来了。要来一杯吗？伊甸收藏的可都是难得的好酒。我说过我不喝酒。那还真是可惜了。这是乐土里难有的几件轻松愉快的事。要是你下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别挡我的路，那对我来说就是轻松愉快的事了。这可不行，工作就是工作嘛。看来你收得乐在其中。这么有自信。别忘了这里是意识空间，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下次我可就不放水了。是吗？那我劝你最好去复习一下世界蛇的工商流程，精神方面的。好了好了，不和你闹了。在乐土里待久了，感觉你嘴巴都变得毒了起来。那个人畜无害的牙医大小姐究竟消失在哪儿了？你这么待在这儿，就没什么事要做吗？我能有什么事？碰巧最近世界蛇也闲得很，没什么行动。最近的一个任务还是几天前灰蛇亲自负责的，说是陪同尊主去把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虚空万藏？凯文他把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这是为什么？当初的协议难道不是？怎么了？果然还是担心你在修伯利安的那些老朋友们。比起这个，我更在意的是奥托的动向本身。动向？那个男人和你的尊主一样，向来行事缜密，不做多余之事。他们现在突然多此一举的这样交易，总让我感到异常。那你不如亲自去问问尊主呢？你不和我一起吗？我？饶了我吧，难得的忙里偷闲，让我多享受一下呗。你就告诉灰蛇，我被你打趴下，现在还消失在乐土里，下落不明呢。好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杜雅。别这样，大小姐，搞得我像是为了给你传话才在这等你一样，只是闲聊而已。别忘了，我还下落不明呢。找到你想要的真相了吗，雷电牙医？我越是向过去挖掘，真相的根系就藏得越发深入，甚至偶尔还会将我引向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向。但或许那些才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世界蛇将虚空万藏还给了奥托。没错。你知道奥托要做什么？我知道。他真正要做的事对世界蛇并无影响，对你曾经的同伴也是如此，甚至略有好处。你知道我的习惯是亲自确认。那个男人的计划已经开始，你现在去为时已晚。不，凯文，即使时间紧迫，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确认情况，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我的同伴。